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那么今天是依旧是带来《使命召唤》手游，还是这个中文服？因为我玩了一下，我感觉中文服里面的人啊，比这个我玩的这个澳洲服实在是强太多了啊，真的很强。因为中文服里面大部分都是中国朋友，非常的多啊，中国人非常多，而且他们枪法真的是太狠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陈老师这一期还是用这个 AK47 赤焰红龙这把枪，因为是中文服，我总算看懂了。我之前这个澳洲服我是没看懂，为什么两个团队模式都是有团队歼灭模式啊？但是其中一个经典歼灭的话，就是在固定己方基地复活，它是40个人头；随机歼灭的话是50个人头。那么这一期的话，陈老师先去做一下这个经典那个团战啊。上一期我是做的随机团战，我们直接进去吧。那么也希望陈老师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啊。我现在等级比较低，11级啊。这里面的中国小伙伴特别多啊，特别多，老乡同胞非常多啊。但是呢，真的很难打啊，真的枪法都非常准，我自己都打怕了我。我之前在澳洲服，我感觉虐虐外国人，我觉得我这个枪法是 OK 没有问题。但是来到了中文服之后，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一个小菜鸡啊，真的是我被血虐啊，我真的是，所以说等一下再打的时候我尽全力啊，陈老师尽全力，当然跟队友也有关系啊，希望队友的话也是能够给力一点啊。这一期的话，而且的话，陈老师把这个音量稍微再调的小一点，因为大家能听到我的解说啊。我应该说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啊。当然这边语音的话应该是可以开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开全队语音，应该不行吧？啊，如果以后这个那个这种亚洲服啊上线了，我们就可以组一个中国队啊，中国代表队参加《使命召唤》手游这个比赛啊，都是大家都中国人啊，然后虐虐小日本啊，这个是非常舒服。好，滑铲啊，这个一看就是真人啊，人机是不会有这种滑铲，直接射来走，来来来来来来啊，这个好的漂亮，陈老师总算拿了一血。这个 AK47 赤焰红龙这把枪压枪是比较难压的，因为它后坐力比较大。这一波，哎，好好，队友还是比较的给力啊，这一波我估计又要来人了。他狙枪瞄着，哎呦，闪光弹是吧？不是不是，烟雾弹是吧？一二三，走，先扔出去再说啊。这边的话，陈老师有颗闪光弹，看到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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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波的话呢，稍微走近一点。陈老师在这一期给这个 AK47 炎龙装了一个那个，就是装了一个那个，装了一个那个弹夹，扩容弹夹啊。所以说他这个备弹的话，现在有38发啊，备弹有38发，好的，非常可以啊。赶紧跑，这边又有人来了。这边陈老师闪光弹准备一二三的往天上扔，走，闪一波。好，闪光弹啊！哎，他应该是被闪到了。好，直接再来一个。好，这一波，哎，等一下，好的，这一波操作，好的，又一个啊！刚说完，其实陈老师枪法也是还可以的嘛，无人小飞机不是爆炸小飞机，天上扔一下。好，这一波，然后再侦查一下敌人的这个好动向。好，爆炸弹小飞机又杀了2个人。那么陈老师这一把还是比较的 carry 啊，这一波的话，等一下有点卡住了，非常的丢人啊！这个操作确实是不太……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大，又是一个。南宫博士应该是个自己人啊，自己人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现在是敌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直接压在他们家基地啊，基地来走走，往一边打一边退，因为他们有一些还是在无敌的这个状态，我只剩下4发子弹了，赶紧跑！哎哎哎，为什么我只剩下4发子弹？队友给点子弹呗。哎，等一下，刀了，这个是感觉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感觉是个，他拿的是一把狙击枪啊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子弹，没子弹了，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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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完了这边可以跳出去的，哎，等一下啊，他拿的是好好，总算是拿到正常拿到枪了啊。这边 AK47 我又有子弹了，那么 AK 我这边的话带的这个铭文啊，我就叫他铭文吧。他这个，哎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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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掠食者导弹了，拿出来，幸亏队友帮我扛了一下，否则的话真的 GG 了。陈老师到现在好像还没死过嘛，还是可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人，我看到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呦呦呦，好的，然后喷着了。我踩到敌人尸体的话，我就会多拿子弹啊。这个的话就是设定，这个设定的话就是我带这个铭文触发的这个特效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换成这个火焰枪是吧？那陈老师得冲一波，我冲他们的家的基地冲一波。现在咱们人头数还暂时是照样领先的，然后直接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直接烧一波来，来，哎呦，跑得真快，跑得真快啊！咱们至少得烧一个吧，是不是？至少得烧一个吧，啊？一个都没烧到，一个都没烧到，还屁股后面还挨了2枪，哎呀，有点可惜啊。这一波的话，陈老师走上去啊，感觉打得比较散啊，打得比较散，比较散的话呢，这一波怎么打？这一波怎么打？这一波怎么打？看到人了，好的，nice，陈老师还是可以的嘛？难道我一匹配的时候都是人机吗？不太可能吧？啊，然后的话，这个的话可以侦测到敌人的位置啊。
目标是五十个人头啊，哦，五十个人头啊，这个经典模式是五十个人头，啊，经典模式是五十个人头，来来跳下来，来走走，哎，好的漂亮，啊，直接再换成这个枪，换成这个枪，刚才从敌人身上捡到的漂亮，啊，继续啊，继续 carry 啊，那么可能是我一打一路啊，一路视频啊，我可能就是万分的兴奋，哎，这边不是会有这个子弹给我们，哎，等一下，有人，感觉是屁股后面，走一波再说啊。这波的话就不停的绕，这边应该有人，等一下，来一个漂亮，继续，哎呀，我没子弹了，赶紧跑啊，他应该知道你过来呀，我没子弹了呀，这么怂吗？哎呀，不行了，总算被干掉，对面是一把狙枪，好，接下来的话陈老师呢就可以用这个啊掠食者导弹了啊，哎，等一下，炸一个，哎呦，等一下。对，我刚才看见对面是，哎，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我卡，哎呀，卡住了，刚才的话我放掠食者导弹的时候，我看见我旁边已经有人了啊，但是死了一回，但是不要在这细节啊，这波直接还是往前走一走，这波的话应该是可以跳过去的，我看站在车上能不能跳过去，对，这边是直接可以跳过去的，然后跳过去之后的话呢，然后直接这波突进去，我们只领先十个人头啊。那这个模式的话就是我们完了，哎呀，没有看到，前面打的还不错，后面就不行了，后面的话对面真人来了吗？我们这个人头数有点被他们逼紧了啊，有点被他们逼紧了，38个人头，这一波等一下插枪，哎呀，子弹不够了，行，拿到一个助攻啊，20分，这波一个两个双杀扫，漂亮，这个是个真人，这个操作，这个扫地的话是个真人，但是没有用啊，这一波的话他们我担心屁股，应该是这边可能，哦，这边队友出来应该就不会了，就有人，又有人，看到人了，稍微勇敢一点陈老师，一个先干掉一个，两个不行， Changing Man， 两个，等一下，出来，你想跑啊，直接出来扫是吧，哎呀，这个枪法啊没扫到啊，但是差不多了，陈老师目标争取去拿最后一个人头，45个人是吧，对面还是非常的嚣张啊，对面还是非常的嚣张，好的，哎呦，这一波的话不行啊，那逼我拿火焰枪，直接真的是来，舒服吗，爽吗，哎呦呦，跑，让你跑，跑的是倒挺快，小伙子，48 49，好，50，好，最后一个人头陈老师的啊，那么这一期还是打了这个50个人头的这个模式，下一期陈老师玩玩其他模式，那本期视频打的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可以，对面这个操作感觉不像是真人，像是 不像是人，就像是真人啊，那么我录视频的时候碰到的人还比较的弱，我之前刚刚打了两把碰到的人实在太强了啊，这个感觉真的是感觉是用电脑就是模拟器玩的，这个枪法实在太准，2090分啊。那么本期视频做到这边啊，我看一下我杀了几个人，拿了几个人头啊，拿了几个人头看一下啊，拿了总共23个人头，全场的 MVP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